造型搭配气势磅礴的音乐，布袋戏 cosplay 大会师，还小秀身手，让粉丝拍个过瘾。儿童剧团也派出经典角色和超大充气偶共同演出，沿街卖萌同样吸睛度100%。 花都艺术季第三场彩街游行，周六下午在太平区热闹登场。这次特别以偶戏为主题，邀请到各类戏偶剧团沿途展演，吸引大批民众围观。 专业团队还有街头艺人和学生团体也加入游行行列，超级英雄齐聚一堂接力尬舞，这可是电影里看不到的桥段，引起现场惊呼与掌声。花仙子、花神也走上街头，用温暖与柔性美传达花都意象。 有趣的彩街游行，让艺术更深入台中各角落，也用活力与热情为2018世界花博提前暖身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